我觉得不怎么好，谢谢你帮我。你别这么说，哪有人天生就有血气挖案设计建筑物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的作品还被我教授丢在地上踩三角，三角。谢谢你，你救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要带你去见你爸爸，周敏德。 是啊，你爸爸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很意外？这也难怪，刚回到妈妈身边，现在马上要找到爸爸。文杰，文杰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喝咖啡了。不行。喂，林小姐。 雅文是阿姨的女儿，我跟她去喝咖啡犯法吗？我警告你哦，虽然你是阿姨的女儿，但是谁都不能抢走我的文杰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还有，你知道我现在跟文杰什么关系吗？我们两个要结婚了，我不希望有第三者介入我们的感情。 要是有人敢破坏我们的感情的话，我绝对跟他没完没了。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谁敢娶你啊？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看早晚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雅文，我们走。我不想去，他不去我去。我答应阿姨要带雅文去相亲，你要去，不好吧？ 坐在那边那个就是你爸爸，你们已经分开20年了，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，一定很想见你。走吧，走啦。 这个就是你虽然查某囝雅文，20年来，我一直咧想我的查某囝，今仔日见面，我嘛是同款咧想，我就是想袂出，伊是到底是点是我的查某囝，敢若这个名，都毋是我的查某囝。 我也叫我大汉呢，我来改做英倩，细汉呢叫做英华。想不到你还记得我们的名字，那你还记得20年前你把我们两个姐妹丢在火车上，你就这样走开？我怎么想都不会想到你会是我爸爸。哎，敢问，莫莉莎，你们两个20年没见面了，不要一见面。 就把场面闹得那么僵嘛，好不好？哎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不是他爸爸。这20年来，我对你们姐妹多少有点思念跟愧疚，但是现在看你这个态度，听你这个口气，我觉得我对你们的思念跟愧疚是多余的。 这种绝情绝义的人，怎么配当人家的长辈？更不配我们叫他爸爸。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分开太久了，所以见面难免会情绪化。雅文，你想一想，你那个精彩作品《云海之屋》，不就是你童年的回忆吗？你爸爸的话深深烙印在你的脑海里，所以引发你的灵感。可见你童年还是很喜欢你爸爸嘛。自从他抛弃妻女之后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人。 说得好，20年来，我没有了妻子，没有了女儿，我不必为家庭做牛做马，我反而找到了我自己的生命。从前那个家庭拖累了我前半辈子。
我想我的后半辈子根本就不需要女儿。总经理，知道了没有？他根本就不认我们这对母女。你们先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误会。我觉得你们父女俩应该先坐下来，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。那不叫误会，叫伤痛。 我原本以为放弃他们，我就会忘掉一切。可是这20年来，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、骗自己，那种伤痛就像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你的灵魂一样，那种痛是让你哭也哭不出来的。 变就是借口，很高明吗？我从以前就恨你气你，可是现在听你讲这些话，我从心底看不起你，你连让我恨你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说你不认我这个女儿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庆幸，为你从来就不是我的父亲。雅文，你讲这话会不会太绝了一点啊？这只是一场误会，你们不要把它当成仇恨好不好？对，就是仇恨。 是他母亲背叛我，那段往事对我来说不只是仇恨，还是耻辱。仇恨是可以化解的，耻辱呢？文姐。 当你是朋友，我才会来。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，就不要让我在这里继续接受侮辱。原本以为。 安排你父女相见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的局面。雅文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是我跟我妈妈的伤痛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，妈妈唱摇篮曲让我听，不管以前有多辛苦。 啊，有啥代志？你的失败收钱的哦？收啥物钱？无啊，这头家人招回啊，真快来走伊啊！我嘛是加减加看，我收有无？听讲哦，阁有摕新罗身份证哦，去做人头开支袂少钱呢。站！哎，大汉，啊你卖来讨钱哦？你捌看感动啊？还是借我无？ 我唔捌啦，啊你咧？唔捌啦。大啊，借问啊，你找用啥代志？啥物代志？老水房哦，用因两个身份证哦，甲卡头钱票，去阮钱庄借钱啦。啊是借偌济？连本带利啊，算算哦，200,000万咧。敢若你借哦，拄爱300几万啊啦。较济哦。哎大啊，啊你是要找着因个人啊？嗯，我开钱庄，我咧惊找无人了。 啊！伊若找着人，你安怎处理？嗯，真简单啦、啊，查甫啊，山顶哦，我脚手啊，甲剁剁的，啊，走下哦，我啊来上班。哎呀，
大，哎，然后水无哦，欠袂钱哦，算较细条啦。阮哦，阮定定才会收啦。大，欠你遐济钱，当然爱收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等一定等啊，吼，一定收会到的。我先来走了。哎，大，慢慢收。 放心啦，因某叫来啊。头家人做甲尔夭寿着，迄薪水发了这么大件，啊，竟然听做人头，歹势啦，啊，想袂到代志变做安尼，啊，伊牵拖着你，真实个啊。 会员，当然嘛是爱找小婷的。李想啊，我有甲你讲过，我是因朋友啦，我叫卡马中，我嘛是伊的代言人。阮今仔是来看小婷的，麻烦你甲小婷带出来互看。你实在就毋捌勒索呢，来人兜也毋知影怎破手来。你是平时讲要看就要看，平时是哪伊啊？我是因阿静的，我甲你讲。 小婷的感冒烦恼，伫我的手头，要让小婷甲谁见面哦？我来做决定啦。哼，今嘛恁两个来了拄拄啊好啦，拄则老师卡电话来搞念一群尔，讲小婷伫好上课，无专心要去霸道我啦。啊，恁爸是足无面子，我都唔知你这阿姨哦，到底是安怎教囡仔，你囡仔继续咧带，无定定变太妹啦。所以我即摆决定啊，对即嘛开始。 我没有请你，搁跟你见面啦！啊，相信嘞，相信嘞，迄个你对阮感觉有一点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你。所以我即摆决定啊，对即嘛开始，我没有请你，搁跟你见面啦！喂，啊你这样那无讲道理啦哈！我是跟你别哭，我讲是安怎啊？卡西啦，卡西啦。 好啦，我有话要甲你好好啊讲啦，较细腻啦。你嘛较好心咧，迄咱人拢嘛有感情诶，啊你用看者，你若袂感一块肉，对无？袂当看就是袂当看。
我跟你讲看嘛，不要现款，不要现款，哦，不要现款就不要现款，知影无？啊，你让看一个死哦，靠腰。水妹，你来。是的啦，啊，无法度甲你斗三人着。哎，哥，哪里的？我来周小姐要不要看卖？像你周小姐？啊，就元山交代我照顾迄个周英华。我唔是甲你交代过几啊遍啊，你即摆咧哄通情咧，无代志，莫当外口爬爬走啦。无要紧啊！我这两天不是出去外口咧买鞋，嘛拢无代志。无代志，那是因为我甲志宏陪你，才无去引起人的注意。你也是用敲电话就好啦。有啊，我这两天就电话敲唔啦，三百通都拢无人接，我实在是袂放心哩，我真正无来甲看卖就袂用你啦。哎，等下。这条歌是安怎啦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陪你去啦，算我较委屈嘞。用我善良的外表来安抚你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行，行。这个情形一定是贷款无力吧？拢是我唔好啦，啊，连生叫我好好照顾伊啊。嗯，啊，你就来催伊。啊，伊敢无甲你讲，因欠钱哦？无啊，我要提钱给伊，都唔肯甲我收。我嘛唔知因有欠钱，你阿亲嘛连人嘛唔知搬去倒位，你到时看要我安怎甲连生交代啦？嗯，啊，要找人，会用个来户政事务所问就知啊。这我知影啦，现不现厝子嘛就去用查封去啊。咱会用的来参访是对一间银行，啊，若是贷款的问题吼，咱钱甲形形的，厝都用偷偷转来啊。哎呦，我讲干阿舅讲厝用查某人所袂记得有这招啦，啊，厝偷转来哦，延伸转来咪当大哩咧，吼。大哥，啊，你唔是真久无来公司啊？吼，戆人才会当逐天来公司上班，无采人的水电个。叫是逐天来公司上班，第当替公司赚钱，啊，第当对公司有贡献。我就无共款啦。我变来公司上班吼，第当报公司财路啦。到我今仔日来，是要报公司赚钱。哎，好啊。有啥物钱通赚？你钱食都无够啊，哪有通拍官啦？直接讲，到底啥物代志？大哥，你安尼讲吼，真正冤枉我。我为着公司的前途，特别去财神爷遐跋杯抽签。哦，迄头一支签举起来，三个成本跋甲仔仔仔啦。也毋过有一个指示，讲公司的财运哦，伫咧东部啦。我伫咧想讲，台东花莲拢伫咧东部啊，所以我就继续问啦。吼，共款三个成本仔仔仔，伫咧花莲。公司伫咧花莲，本来就有一个开发案。这无需要你讲啦，江浩文，以后无代志，卡莫来公司出入，卡免影响到公司的形象。哦，当然啊，我虽然唔是啥物款好人，也唔过你拄只讲迄无良心的话，我心肝内我艰苦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唔着好佳哉，我有去财神爷遐问过，伊讲你这个开发案哦，欠一个贵人呐。啥物贵人啊？伊咧讲最上财。所以你这个贵人，伊的姓哦，爱有三点水，啊，伊的名哦，爱有一字文字。吼，我听着财神爷安尼讲，我连想都唔敢想咧。原来是咧讲我江浩文啊！哎，江浩文啊，敢唔捌人甲你讲过啊？听你咧讲话啊，真正是真郁卒。大哥，你若安尼讲，就太过客气啊。
这外口人咧看我，是对头嫌到卡啦；，伊人阮某咧嫌我，是对眠床头嫌到眠床卡啦。啊，我关系关系啊啦。我简单甲你讲啦，你花伫迄块开发案，直接锁去我的土地顶管就好啊。讲我这人无贪污，迄是骗人的。所以我迄块土地呢，只要你会当给我，诶，饲鸡给你加几只给我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都跟你比起来，你大贪我小贪嘛，对无？你会当卖答应嘛，紧啦！我这人哦，绝对袂跟你计较。也毋过我五块免死金牌哦，绝对袂放你耍。当然，你即马心肝内，你甲我干交着？你拄只迄个眼神啊！去伤着我的自尊心，所以我的土地起价。我即马要爱饲鸡，两倍。阿姨，囝，带我回来。我不要了，我要找阿姨。你这囡仔，你这么歹啊！你不知道你今麦是在靠向家亲啊？囝，带我回来。我不要跟你回去，我要找阿姨，我要找阿姨啦。你看啦，今麦这间厝已经被人查封啊，你阿姨已经无住伫遮啦。你胡说八道，你骗人！阿姨一定会等我，阿姨一定会等我的啦。好啦，阿无你就住遮慢慢啊等。我要来去踅街，莫甲我吵，知影无？要食毋食随在你啦。飞弟，我已经有甲你准备啊，较免互人讲我这個阿姊甲你苦毒。你若是无爱食，叫我枵死吼。我是无爱插你哦。紧食啦！哇！哇！啊！小查某，这米我这破哩白切，我这是错食。啊，毋是我破，是你破的啦。这囡仔真会歹。我无法度娶啦！啊，你这阿婶是安怎做的啦？啊，大家咧吵，我直接要变作神经病咧！你也不是一天到晚跟伊斗阵啊？吵是吵着我，更是吵着你啊！我不管啦，我过两天我要来去大陆旅行。这囡仔，你该想办法。等等，小丁，米不爱食，去楼顶睏。哎。阿姐，你跟你讲话，你无咧搞心斗。来咧，过来，起来，起困啦，起来。哦，你拄则讲过两天你要大了哟。是啊。我会记得你敢若有一个姨妈住伫厦门嘛，所以我是咧想讲，甲小婷。送去厦门，予你姨妈饲，啊，咱逐个月欠伊一两千块啊，操作，安尼食啦、住啦、穿啦，都无问题啊，吼。你要甲伊等伫咧大陆？嘿啊。啊，万一人也要找囡仔咧？吼，你实是戆到袂袂精咧。咱着讲囡仔送出国去留学就好啊嘛。所以即卖媒体啊，甲新闻界，大家拢伫怀疑讲，东车是靠阿里，甲新董事长有正确性。
表示即马调查局甲你扣啊遮尔久，国不依送嘛袂当交保，若毋是伊人办案没有效率啊，就是藐视人权。安尼讲起来，是毋是表示讲伊呾证明阮爸爸是清白的？是啊，这案件啊非常复杂，有一挂官商勾结啊，甲利益输送的代志，搁在调查。也毋过，照我看起来，调查局内底迄个检举人，嘛是这案件总经理，就是陷害你甲沈董事长的人。这个人，哪会这么了解公司甲沈董事长？我看，要甲这人抓出来，敢那是你会当做的工作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长青集团有来干？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尔，你千万唔当讲出来，那无我真惨。这人敢这鸟色了？伊在长青内底的职位应该是警官。我看，凡是阿莫甲唐明的失踪，拢是伊做。好，麻烦你，即摆随我办交保的手续。是。总经理是任聘的，不一定要是股东才会意愿。你爸敢会同意？所以啊，咱两个做伙共同想一下办法。文杰，你爸爸的想法你应该想清楚啊。你想要改变伊的做法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代志。这我知影啦，这需要时间。但不过希望哦，伫这段时间内，你先搬去阮老大，上无嘛有必要伊为你烦恼。伊足关心你，你知影无？我知了。你先把我甲碧玉阿姨说倒下。你真正袂去阮兜住？咱再搁讲啦。好啦，假使以后你若是有需要到三工，就来找我。嗯。是啦，免啦。云山，这次出来，我感觉你甲以前无同款啊。我感觉咱两个人有淡薄陌生。文杰，当中是经过一挂挫折，咱才有法度成长。阮爸爸过身对我来讲，是我人生上大的转变。石墨老师，墨老师，
啊，你哪来这？我是要来看台一个学生啦。啊，什么名？江小婷。江小婷。江小婷最好啊。啊，不过伊最近对一间学校去教务处门，应该问有啦。好，我来教务处门看麦啊。小姐，阿妹今麦好无？你若要知伊今麦好无，伊即住伫阮家。啊，等你去教务处门煞，你再来遮找我。等我下课，我带你来找伊。来，一杯。替你给我，坐下。还有一杯，我要跟你回信嘞。回信嘞？先来讲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无一项做到到。你叫我照顾左小姐，我无尽到责任；叫我照顾唐明，即卖下落不明。所以我慎重要甲你回信嘞，那你拿出来，钱分三不变，加一百万，兄弟。对阿莫，我听莫小姐讲，讲你甲英华因去用查封的厝。好多顿嘞，嘿啦，啊手续嘛办好啊，你通搬入去住。真感谢你，大兄弟啊，大会生会死嘛，都要停到底，对，那。是讲哦，即摆头面下落不明，咱来赶紧甲找着。因为苏东西，你若牌车是通开的，你若牌死因应该真清楚。是啊。是讲唐明那无代无志来失踪嘞，我咧想，对方想要杀人灭口。啊，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，对阮感觉无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爱着你。已经坐了几礼拜了。先生，是安怎你顶天搁靠阮家见面倒转来，看起来心情真歹。我毋是心情歹，我是咧体验古早人迄种问天天袂应的心情。既然天袂应，我著家己决定。对，我交代你一项代志。先生，你做你吩咐。你去方文辉基金会做义工，先接近总碧玉，然后再搁找机会接近国国团。你做会到无？哎，我做会到。你是一个孤儿哦。是啊，所以才想要替所有孤儿尽一点心。嗯。啊，你今嘛跟什么人住？哦，敢若我一个人尔。啊，你的专长是？我会晓画图，我画一挂油画、甲水墨画，互画廊代销。嗯，有当时啊，嘛会替广告商、甲出版商画插图。安尼哦，嗯，安尼真好啊。以后我基金会出版的刊物啊，一定叫丰富的。我想应该是无问题。你要辞职，你有啥物理由？袁山已经交报出来。袁山交报出来？嗯。爸，咱之前讲好，只要袁山回来公司上班，我这总经理就让伊走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要换总经理，要董事会同意。爸，不管你有同意还是无同意，我一定，我已经决定了。
不给，不给。王律师，你礼拜见。李白，张司令，吴律师，方远山交保的代志这么要紧，谁来边交我报告？那是林董事叫我去办的啊。林董事叫你去办的，谁来边让我知影啊？董事长，我叫是你已经知影。以后林董事若有啥物代志要叫你做，爱经过我的同意，有听到无？也毋过这，犹阁有啥物问题是？董事长，啊恁两个人意向拢是共条心的，你讲的伊袂反对，伊想要做的你嘛无意见。也毋过即马变安尼，我夹的中分真正足歹做人的啦。你若是我的人，就免惊歹做人。我问你，林董是哪要甲方远山交保出来？想无咧，敢讲有啥物阴谋？嘿，在新娘，啊你啥物新出？啊你出嘛，敲电话通知一下，我替我开车接你啊。这啦这啦，有人甲讲焦小婷转头啊。你甲转倒位去啊！啊，着法院吼，甲监护权甲抚养权判予我啦。啊，既然到伫我遮，我是要转号，着甲转号啊，所以我着甲转号啊。伊即摆人呢？哎呦，既然我是监护人兼抚养人，对无？要予你见，还是我予你见？这是我的权利呢。诶，而且你甲伊啥物关系啊？第二阿姨来哦，恁爸着甲呼出去咧，搞我哎呦！英华什么人呢？你嘛真笑亏呢！啊，你也无提钱叫我甲顾啊，我哪知这么人是倒位啊？我知啦，你应该想要提钱对吧？好啊，我是把小婷带走，你阁想要提偌济钱啊？嘿，500万好啦。500万，嗯。500万！500万！无，三百万！你去抢我！你是有前科的人呢？你即摆你去人动手，你敢唔惊我去告你哦？子乔，我拄则嘛讲啊，小弟跟你啥物关系啊？搞我！其他无够的，我明仔再送你。等，我先看小婷。不用啦，这钱啊，我全部退掉，免讲。你请我讲卫生话，我明仔再过来。钱四卡人两卡，这钱就歹死啦！哪有影啊？即摆是钱咧借我呢！我有去找江浩文，我有想要先甲小婷暂时借来遮住，等找英华了后，再传你去原来的所在。好啊，等我遮看看伫咧，看要待偌久嘛，无要紧。是讲江浩文这个人。乌龙蛇都吃东吃西，伊包骨甲你拗完，伊甲你拗完偌济？你话迄100万，我先付伊做定金，后手我爱付伊200万。啥？你100万拢摕予伊，后手爱搁付伊200万哦？
啊好啊，这个唔惊惊啊，真正定袂惊。你试看嘛，你赔你钱。哥，你心慌我白来呢？你唔通袂记，你咧洪通知，是袂用得出代志。啊，无接条你去，我知你一定有法度。那你今仔日来是要提钱来给我嘛，对无？啊，小婷诶，奈无看见伊？哦，小婷哦，小婷跟阮某出去啦。是毋是会用麻烦你敲一通电话给伊，叫伊先转来？是安尼啦，伊跟阮某去大陆啦。去大陆？嘿，都死去啊，都无甲我讲啊。啊，就今仔日早时啊啦。哎呦！啊！着小婷的生涯规划吼，我拢替伊做好啊啦。我着想讲，要小婷哦做一个小小留学生啊，所以着交某去大陆。啊，我早着找好啊呢。第时间哦，袂转来啦。即摆是你讲啥？你敢讲笑哦？啊！远山，远山，莫冲动，远山，远山，放手。哦，老师啊，阿西你目睭较金啦。哦，我即摆啥物身份地位？我空金空银的咧，哪会当咧清清楚楚用啊？对无？哇！哦，老师啊，你给放！哇哇！哎呦！哦，你干嘛？你别过来！哦，你别过我！喂！安怎？过你性骚扰？你过啊！你别过我性骚扰！哎！我什么时候跟你性骚扰啊？安怎？这就是证据啦。你是不是在想讲我这个做老师的那才粗鲁，可以这样想吗？他都真水气啊！我怪多谢你哦，大时间好运，都给一百万偷偷转来。今麦我上烦恼的，就是小婷，你查囡仔哈尼啊细汉着，刚带去大陆，也不知发生什么代志。那照伊安尼讲吼，应该是免烦恼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嘛是伫大陆投资做生意，伊嘛把伊个囡仔送去遐台商学校。我知影遐台商学校，伊教的课程甲咱台湾差不多。老师嘛是咱家请去的，伊遐教育环境对小婷来讲应该是袂歹啦。我唔相信江浩，伊对小婷才好。啊，无恁若袂放心，才走一撮，甲找回来啊。就算讲我即马伫咧台里，我找着小婷，我嘛唔知影讲，我用什么款的身份来接小婷回来。都要先找英华才讲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再跟阮哥参详，看要安怎帮你把英华找回来。哎，英华，好消息，咱找看过啊。什么工作？啊，就安尼啊！啊，阮朋友吼在清洁公司上班，啊，因公司吼接到一个大 case， 啊，我吼就甲伊塞奶，啊，拜托伊半工过安做，啊，伊答应的。对啊，啊，做这拼团的工课，你袂感觉委屈啦吼？没关系，我要工作。哎呀，决定啊！哦，有工课好做啊！啊。对啦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我先来询问一下哦。咱公司哦接 case 的时阵，有甲工作人员名单哦，甲送出去。会知影人变数的时阵哦，爱用别人的名，袂使用家己的名哦。无看是红仔哦，咱哦是无头脑好做哦。对啦，我知道，谢谢。虽然哦，咱即摆咧共变数，不过哦嘛真高尚诶。
你敢知？咱伫一间吼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长青集团。李白，爸，你找我。你小姐一下，爸爸话要跟你讲。明杰，爸爸辛苦了。为了顾虑你的兴趣，才会当发挥你的专长，公司决定要踮花莲啊开发一块土地。看你是要起别庄，也是要起大饭店，也是要起游乐区，甚至是度假村，完全由你做决定。嘉信，我会安尼做，是希望你莫离开公司。那真正是安尼，好，我会当莫离开公司。那么，爸，没有远山做总经理的代志，敢会当请你考虑一下？我会考虑一下。暗时通知江副总来开会，现在甲一个月阁无看人影。副总讲派谁入来？是咧派谁啥？紧叫你吧。是。哦。迄个就是你迄个副总经理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即马是长青集团的副总经理，公司有代志，尽量找我，哈。江夏文啊，啊你是歹代志做伤多啊，去拄着报应是？啊无奈安尼。哦，等下你讲一句话吼，实足无天良，你知影无？我是为着公司呢，迄一群人伫外口安尼，我要热心哦，伫遐咧讲长青的歹话啦，我著去改变啦，十几个炮我一个呢。为着公司的代志，因公受伤，啊嘛替你出一口气，你知影无？替我出一口气，是出多一口气。因咧讲啦，长青哦，若是无放鸿飞哦，水果厂根本就无路用，早晚会倒。你若为公司这么尽力，我是不是该颁一个奖状给你啊？哈？那奖状，免啊啦，这议会你搞烂也袂妥啊啦，啊！废话莫讲啦，紧坐落来。爸，你讲一句话，唔得你甲我糟蹋嘞。我安尼是要安怎坐啦？你紧提出报告啦。你是讲我华林迄块土地开发的代志哦？无唔对。咱讲好个吼。知影啦。知影吼。知影你我得报告啦。那是我华林迄块土地呢。哦，当兵。太平洋，这船仔伊甲坐去哦，就甲夏威夷啦。哦，啊若西边嘞，中央山脉，行横贯公路哦，就通台中啦。哦，啊南边，南边就是台东啦。啊若北部吼，就宜兰，吼，这宜兰坐船仔去哦，就到钓鱼台，然后坐火车就到台北。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江副总，你即摆是介绍华莲的地理位置，还是介绍伊块地啊？你讲遐尼多，我无一句听有诶呢。切，我听有听无恁家代志。飞伫我迄块土地已经成交啊啦，吼！董事长，我看哦，我也是亲身走一撮。好，这件代志，你甲姚文两个人去负责。
我爱去啊。再见。林丹啊。林奶奶，我是专工要来跟你讲一个秘密。恁老爸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去予骨团害死的。啊，伤心的、伤心的，彼个你对阮敢搁有一条？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你。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，连我都不相信。我们三个人自少年打拼到老，这长青集团有今日，也是我们三个人打拼的结果啊！想不到，想不到，伊会对你老爸下这款的毒手。今日在你的面头前，我把这个代志讲讲出来，我感觉足轻松的。我嘛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咯。远山，伊是恁爸爸，要安怎做，你着爱好好考虑，好好做决定啊。阿舅，敢会当做个吃？阿舅，你还讲什么证据，会当提供给我？这考古团这人足认真诶，所有证据伊拢在提手头，阿叔可能无法度，互你有任何证据。我阿你讲，这间长兴集团哦，伫咱国内哦，嘛算数一数二大公司诶。如果不是那场车祸，我可能早就在长兴集团上班了。今天我还是进入长青集团，但是是来冒名顶替当一个清洁工。老天爷竟然跟我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。哎，还在想什么？其实我告诉你啦，当清洁工哦也没什么不好的啦。哎，当清洁工也很辣气哦，你知不知道？很多大学生还有那个硕士，为了哦要当清洁工，还排沙包来赛跑，哎，还不一定考得到。那算我们哦运气好考上了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走。其实哦冒名顶替嘛不错啊，我会记哎，想当年那个什么薛平贵，伊唔是赶快来冒名顶替，啊太阳做兵，到时还是当了皇上，功成名就啊。嘿嘿。你在笑什么？你讲的是两个人，冒名顶替的是薛仁贵。对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忽然间忘记了啦。薛平贵当皇上了，啊，薛仁贵是帮人家冒名顶替的，不可以笑。那正好他爸爸妈妈不好了，名字乱取，取那么一样，大家当然用个不傻傻。好了，不要笑了，走了，进来了。哦，你看，这个大公司哦，有钱就是有钱，冷气哦都比别人强。这间哦，就是恁的休息室啦。啊，若中昼时休困哦，就到这休困，无代志哦，莫后边走嘞。我知。啊，边扫这物件哦，拢在这，即摆哦，会使开始工作啊。好，罗经理。袁山，什么代志是？来来来，遐坐遐坐。你是安怎要害死阮爸爸？你这是在讲什么？我害死恁爸爸？这是什么人讲的？林天生、林董来跟我讲。哦，是伊哦。哼，这种人啊，为着私利，
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。我了解，为着我这边接任董事长，伊伫咧目空吃，为着个人的利益，甚至要叫伊的查某囝来嫁文杰，这个代志我到今麦还搁伫咧反对你的。连山，你若怀疑我，用去警察局报案，叫调查局来调查我，甚至叫征信社来征信我，连个无证无据，走来这个所在是咧指控我，安尼敢对？假使你若有证据，证明你老爸是我害死，你做你把我害死，啊，这笑笑绝对无冤家。你抬，你抬啊！一挂代志，你可能唔知影。在你老母有身的时阵，无钱通生产，是虾米人提钱帮助伊？是我。在你老爸老母要结婚的时阵无钱，是虾米人提钱出来帮助因完成这个心愿？也是我。在恁老爸失职的时阵，什么人鼓励伊创业？才有今日的长青集团来完成恁老爸的心愿，也是我。恁老爸过身的时阵，是什么人将伊的丧礼办到这尼啊轻盈？也是我。恁老证据，伊即摆随甲我抬死，伊也若是无，你即摆出去，出去！我希望你不是凶手，啊！不过我要让你知影，我真恨这个人，你不但害死阮爸爸，你嘛毁了阮爸爸一世人的性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。只要我知影这个凶手是谁了，我绝对袂放手。回来公司，咱白先敲一个电话我，啊，唔好甲载，我拄仔回来。行，咱离开办公室，我真侪话要甲你讲。雨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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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你进来办公室一撮，爸爸受伤啊。伤，包包也着好，我已经处理过啦。爸，这是谁做的啦？远山啦。远山，贾明怪，伊是去给人煽动，讲伊爸爸是去我害死的，才要来找我报仇。伊家己是敢若兄弟仔，
等于是我的下辈，我也袂甲伊计较啊。啊，是谁甲煽动的啊？我无啥物追求。即若搁追求落去哦，天下台湾啦，是讲即个代志哦，莫外口的人知影。袁山即摆搁伫假释，若发生即个代志，去予警方知影，恐惊搁甲抓入去。你若伊嘛莫予知啦。伊遐尔啊疼袁山，知影发生即个代志，一定会烦恼的。唉，是讲哦，囝替老爸报仇，这也是应该的啦。也毋过，凶手根本就毋是我，我先来受这种委屈。啊，伤心的、伤心的，彼个你对阮敢搁有一点记得？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莫叫我协理，我也不是长青的人啊。你以后叫远山就好。是。我问你，阮爸叫我害死的代志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敢不正确定当处长是毋是？你们说，你来看守所看话的巡所讲的话，敢不就是这个意思？你误会啊。意外身份甲地位，我真正啥物拢无讲。我是一个律师啦，一般人心目中有一个秤，秤别人斤两，嘛秤家己斤两。也毋过，阮学法律的人无共，是天平。天平的一边是情理，另外一边则是法律。情理嘛好啦，法律嘛好。我问你，现在林党的林天生也讲，阮爸爸是叫苦虫害死，敢有啥物内幕你无让我知影啊？协理啊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真正唔知影啦，我敢若是一个善家囡仔尔，会当伫长青集团内底做代志，还是我的福气呢，我真珍惜啊。我再讲，我伫个公司内底嘛，敢若会当处理法律的问题尔，剩的我真正是唔知影啦。喂，我知啊，我马上到。我跟你讲，你有联络线索、联络证据，你上个老实话讲。你放心啦，有什么线索吼，我一定让你知影啦。后摆你若是在法律上有啥问题，你来找我，我一定跟你斗三工啦。证据，我昨下拢会把证据找出来。你无这无据，就侮辱老爸，你安尼敢有公道？公道，
什么合作公道？阮爸爸坏东西，阮爸叫人诬赖，干我这个公道？你是为着恁爸爸，我嘛是为着阮爸爸。阿母家属讲，咱两个拢想要做有好囝。阿拉永远都无可能做兄弟。我本该做个七国国团，阿拉定是打算行啥？你当初就这么想的，要独钓方远山，就敢来打死一只狗也同款的简单。我相信阮爸爸一定是去陷害，假使若真正是靠国团做的，这条线我一定替你讨回来。你即摆咧问这个人，是毋是你的朋友？毋是我的朋友啦，无得靠后摆，会变作情敌。怎么会这么巧呢？怎么会在这碰到他？他在这上班，